往哪儿跑？谁躺下？我的个老天爷呀、啊！有没有天理啦？好了，欢迎大家收看，欢迎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《王者荣耀》啊！跟小伙伴们打匹配，你有点不屑呀、啊。我们这边是姚、诸葛亮、艾琳、妲己，还有关羽，这什么鬼呀、啊？对面是钟馗、虞姬、纳克、露露、狂铁，还有米莱狄啊！这把输赢还真不好说，这把。冲啊！这关羽干啥去了？跑中路干嘛去了？这不有病吗？辅助跟你干啥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跟谁呀、啊？捣乱套了，把他干死！钟馗真烦，他就干那个。我跟谁？你跟他吧，你跟他吧先。我离他远点啊！这钟馗没安好心，挺能打呀。我觉得这个关羽是个坑，我的妈，几个人抓狂铁，去纳克露露来了，开始撤退。我去，我一个人怎么打他俩呀？我看一下啊，钟馗勾着我就容易挂，还行，他不是一直老跟着射手啊，还挺好。哎，我的妈，我这走路真慢，我怎么连个鞋都没有啊？来个人啊！哎呀，我的妈！对面一直俩人，姚是不是应该跟着我呀？你说你俩还不来？你俩还不来，老去抓对抗路去，我怎么打他俩呀？钟馗你等着啊，叫你这么贱，慢慢来啊，慢慢来。请求集合，请求集合。我去，哎，没勾着，你气不气？我撤了，吓我一跳，仨人，没看我直接跑了吗？纳克露露过来了，别追啊！棒棒糖往后点，往后点，棒棒糖。那钟馗会玩，挺勾子挺准的。棒棒糖往后点，往后点啊！我先给你干死，我再把你干死啊！我去，我一个人头没有。来来，追我来！装啥呀你？装啥呀你？来来，你再跑！嘿，我去，狂铁！是钟馗又来了。我跑吧，我血量不多。那关羽不能把钟馗干死吗？他这么招人烦。可以。哎我去，差点没给我炸死。这皮肤像药和司空震的集合体。谁的皮肤啊？空气的啊。棒棒糖刚才是怎么弄的？俩人头都是你的。来过来，来过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太不走是吧？没干死了。你看，妲己我来了。我的人头啊，往哪儿跑？谁躺下？我的个老天爷呀、啊！有没有天理啦？回家吧，啥也没捞着。你说我能单杀他不？给他个一技能，你是不是疯了你呀、啊？跟谁俩呢？跟谁俩呢？事实证明他打不过我。嗨，浪得虚名，不如挂齿，什么鬼？这什么词儿？艾琳这个英雄比较强啊、嗯，我 QQ 号有艾琳，我早上王者了。帅帅帅，咱开个龙吧，开个龙吧，开个龙呗，留给你上香。他骂你，就我一个人开龙吗？开龙啊！我要死了！我去，这棒棒糖怎么把我抛弃了？真狠！给我回血呢！棒棒糖，你小心点啊！棒棒糖，你容易死搁那儿！别走啊！跑了，你就跟着我得了，回家干嘛呀，棒棒糖？哎呀，我还是适合你死不死？你死不死？跟我俩扯没用呢。你刚才不挺能勾我的吗？我没觉了，你跟我扯啥？哎，我们俩扎那个什么去啊？等着啊，搁这儿呢，看着没？来来来，别走别走，你个怂货！你咋的你？开始撤退。被狂铁阴死了，六神了吗？六神了，你们死定了！我要干死你们！真能装你们！
我血量有点残，咱不开个龙吗？这光杀人也不那啥，我把谁蓝给抢了？我去，哎，又咋？又掉线了，我真是服了。艾琳这个英雄呢比较完美啊，有一个辅助跟着就可以，这个打野一般抓不了，什么兰陵王啊这种都不怎么怕，突击英雄都不怎么怕啊。哎呦我的个妈呀，我现在最怕是掉线儿。进去啊，哎呦我的妈，我真是撤退撤退，这是要输了吗？这是吸吸吸，叫你吸，打死你。哎呀，伙计们，我回来了，掉线了。不是，咱不开龙。我去，哎呦我的妈！你这啥玩意儿？你还是别回来了，住口！我经济比他高那么多，我让他给杀了。我13000，他才9600。能不能推了？一个低端局匹配也没完没了的，这关羽挺能推。我去。我去，可以，有操作这关羽，我可以，哎呦，可以，这个小关羽儿，没人点塔，你们这装的是啥都不知道，能点塔不点塔？开始撤退！哎呦我的妈，开始撤退，太恶心了，我替对面都恶心。你没听纳克露露说啥呀？装什么呢？匹配练英雄，你还有优越感了你？哎呦我的个妈呀！我这线掉的，我去，我真服了我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啊，都是什么战绩啊？我们看一下4-2、9-3、10-4、15-5、5-7，对面3-10、2-9、7-11、5-8、4-5。好吧，小伙伴们，火焰呢现在有一个粉丝群啊，是企鹅群啊，看火焰的主页或者私信的方式啊，你就能找到这个企鹅群了啊。每天跟火焰一块什么打游戏啊，互动啊，是吧，玩什么游戏啊，有什么建议啊之类的，反正就唠嗑啊，赶快来找我吧。